想让你的腰多用30年，你一定要把这两个动作做好，每天认真的做50下。你也不用整天想拉拉这儿练练那儿，因为腰不好的人腰力量基础本身就很弱，一个不小心呢就会散个腰摔个跤什么的。你就听我的，每天去练这两个动作，因为很多50-60岁的中老年都会练这两个动作，练完之后呢腰部越练越舒服，腰部越练越有力量。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，练起来非常的安全。辛苦大家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，我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把两个脚岔开，身体绷紧，身体往前趴，两个手呢向前伸，1 2 3 4 5 6 7 8。另一个动作呢就是双手叉腰啊，双腿分开，身体绷紧，把我们的腰向前趴，哈腰不低头，1 2 3 4 5 6 7 8。从侧面看，我们再做一下，我们身体绷直，腰哈下去，1 2 3 4 5 6 7 8。就这两个动作，你每天坚持做50个，你会感觉到整个腰部轻松的程度会提高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们活动的能力和适应你生活的状态呢都会提高。50-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，希望你每天都能坚持去做一做，帮助你把腰练得越来越舒服，练得越来越有力量。关注胖黎，人到老年不求子女不求人。